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民百姓。现在为大家示范的关卡是守护之力，守护之力哦，这个是八支、三支、二支二哦，的马拉松式的挑战哦。嗯，越攻越强，先把它处理掉好了。哦，因为越攻越强是没办法持续的。哦，所以这次要尽快把它处理掉。点点点点点，留一只啊！正所谓刀下留人，莫过于此。不让我出击的样子哦。我小怪还蛮多，就是固定扣血跟越攻越强之类的。哦，这个还有无视减伤，哎，这是三种，哎，因为可能就是要打压大神吧。至少杀掉一只就对了。哇，抗爆数有点高。不是减伤，刚好这三个全部都是克大圣的哈，无所谓哈，直接这个开一个毛机器送走。成员哈，所以只锁成员。把我那只那个魔力召唤那只锁住的这只啊，哦，这样我没办法出气啊，所以打的时间会拉长一点点。耗时间的，我们不如直接开龙科好了。我决定直接开龙科，比较快。我们滤出来的光柱也没有很多啊，是，哎呀，忘记开大圣，算了算了算
什么鬼叠珠啊，叠成这样，就是都不会不好意思这样。好，动手，终于可以开我们的技能了啊！第五关就是双体重身哈。哎，不是说要开技能。嘴巴说想要有没有？心里、身体却很诚实呀。哎，不，嘴巴说不要了。哇，这防御25万，这3万，所以要破防打，要破防打。那我们就是，简单一点哈，我们把它简单化。好，这样就可以了。这样都比较快。第六关，鬼机燃烧哦，多少？800点，800点还好。这个慢慢打就好啊。我觉得他 CD 蛮长的，所以我们可以慢慢跟他玩。稍微注意一下就好了啦，因为用大阵队伍基本上打没有什么难度哦。哦，一些关卡不用耗太多时间，就尽量不要耗。我们技能很快就跳起来了，哦 ，CD 六、CD 八的还好了。哇，会延伸呢，记录一下哈、哦，等一下烧起来就舒服了，应该没看过整片的哈、哦。这个我建议各位尽快解决哦。毛汤机等下跳起来就赶快处理了。现在先做绿珠的动作，把你的攻击珠全部绿出来，不然他这样烧下去受不了，真的受不了。再一回合，我们撑一下啊、哦，撑住啊，撑住啊。好，毛汤机，这个天雷战场大胜，
这个之前有教学过大家怎么样破解哦，不过这个比较多，所以破解比较难一点点哦。像这个两个叠在一起的，就会比较难破解。我们一样试试看哈。小肉粽啊，小肉粽，好食的小肉粽。小肉粽哦，小肉粽，好食的小肉粽。给它丢下去了。再来一个啊，来不及。好，补血，再来一个。Attack bonus K。哦，哇，就是尽量不要让它烧太多，烧到它脸会歪掉哈。好，以上是这个八支、三支、二支二，好，守护之力。守护之力的关卡示范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